危险！凭借惊人的天赋与实力，辅助伙伴们闯过重重难关，顶级七考全部完成，获海神岛红级权限，受第二祭祀权威，奖励魂力三级，全部魂环修为提升5000年，额外奖励神赐魂环两枚。两枚神赐魂环，这是你应得的。作为大供奉之位的继承人，你必须担起辅佐海神的责任。我如今的实力亦是源于当年在顶级八考中获得的奖励。待你突破至90级，另一枚神赐魂环会自行融合。蓉蓉，恭喜你。伤害有没有办法消除呢？只要是我能做的，我都愿意。傻孩子，你不需要担心他，凭他那强横的身体素质，最多一天就能完全恢复。是吗？那就好。前辈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海神三叉戟在唐三手中时重108斤，可一旦脱手，重量将会变成108000斤。要知道，天使之神的圣剑也不过36000斤而已。不愧是神器。你们先回去休息吧，我来守着他。小舞，别担心，我们走吧。嗯。